2014台湾世界连锁加盟大展已经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指标性展览，今年参展厂商更吸引了上万名各地买家，创造超过200万美元的商机。为期四天的展览结合国际区域代理，台湾的本土品牌开始攻上国际。我们看到从这一次非常成功的争取到亚太地区有12个国家，至少10个国家来出席，世界有12个完整，世界有45国，那么来了40个国家，所以这次等于办理亚太跟世界的年会，这是两个了，第二个办理论坛，第三个办理大展，第五个办城市之旅，第六个办理商机洽谈会，这是6合1，66大顺的盛会。走进展场，与往年不同的是，台湾业者展现了更多的创意，甚至可以看见许多软硬体整合资讯服务。这表示面对全球化趋势，连锁加盟品牌已经不再是过去的经营模式，更必须找出自己差异化的竞争力。因为我们的国发基金在这1-2年来都其实在服务业这一块都没有好好的运用它的资源，因为很多的文创其实都还在酝酿，但是连锁已经有非常完整的实体，它是可以被推展出来的。因为国发基金有100亿的这个金钱，它只要每年挑选20家或者30家的钻石企业来做一个推展，如果给他资源或者给他投资个500万美金或1000万美金，我相信他不用5到10年，他已经是国际化非常完整的一个品牌，甚至可以每年如果以50家的速度向海外发展，后续5年后可能每年有10家回台上市，这个都是连锁未来的10年的最大一个契机点。台湾拥有超过2000个连锁品牌，每年的展览，各家厂商无不卯足全劲拼人气，从早餐、茶饮、复合式经营，甚至早午餐到品牌行销，这就是放眼华人市场以及立足世界舞台的实力。当然，我们原来五花马，原来是个生产制造的厂商，然后我们现在策略是想找一个蓝海的出海口嘛。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原来是 B2B 的市场，然后我们希望能够现在我们策略改变，希望能够从制造跨入到服务业，然后从 B2B 能跨入切到 B2C 的市场，就直接产品能够直接面对消费者，不用再透过超市啊或中间商啊或是大盘商的中间的一个区块嘛，然后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蓝海的市场，这样。我小时候是在眷村长大的，好，所以这种面食是我以前小时候生活到大有没有生活的一部分。当然，就像过去一样，我们在眷村的一些小馆子嘛，就是有时候看起来就是干净啊、整洁啊、清洁，不是，其实讲究就是口味嘛，哈。当然，我们希望把水饺过去一般我们民众看水饺的馆子的态度有没有？希望把它扭转嘛，用另外一种角度来诠释这个水饺的这个方式嘛，所以我们也把提升像是个比较有点装修哈、哦，然后有点桌边服务的，然后这个用餐环境也比较好一点，甚至注重这个以客为尊的，然后希望把不止来消费，而且我们是以客人就像我们的恩人一样来看待的，然后希望把这个服务也做好的，好、哦，希望能提升它的品质嘛。其实我们五花马最大的优势哈、哦、我们是从生产制造，原来我们就是一个生产制造商，对面点的生产制造其实我们是很熟悉的，我们已经做了20几年的生产制造了，所以我们在跨入这个面食这个通路这个领域哈、哦、其实上在制造产品方面我们是相当有经验的，然后这个中式面点啊，它是我们国人饮食的一部分，所以它比较不会退流行，好、哦，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嘛，所以三餐几乎都要吃到面食，吃到饺子啊，吃到饭啊，好、哦，所以民以食为天嘛，所以它应该是可以
长久经营的一个事业，好，然后尤其是餐饮业有没有？餐饮业，尤其我们这是铜板经济，是最不会受到这个景气的影响跟波动，它是可以长长久久，把它可以当做一种，不只是一个工作，也可以当做一个事业或一个置业来经营这样。台湾毕竟如果有去过大陆以后，有没有？台湾是个很小的市场，台湾就像个池塘一样，去了大陆以后才看到原来大海是在那边，好。然后当然我们希望，就刚主持人讲的，其实大陆跟台湾虽然是同文同种、同语言，有没有？但是不同的市场的思维跟概念，所以我们在台湾复制成功的经验，到大陆也要调整，也要弹性做，不同的市场要去做调整。其实我们在大陆有没有？我相信我们这个业态有没有在大陆未来它的发展的，发展的潜力有没有会比台湾更好？对，当然我们希望把原来是传统有没有台湾这种1949年，一些部队来到台湾，然后经过结合创新以后的这种台湾眷村的这种面食文化有没有？希望能够再给它新的诠释以后，不只是在一种传统的面食。也可以让它端上国际，有没有？让它代表台湾的一种美食，然后能够走到国际化去，然后代表台湾的美食的一种文化。